Hello， 天王 Jason， 好啊！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咧，我会开始一个白老鼠系列，就系试玩好多唔同咧网上面可以买到翻嚟或者免费 download 到翻嚟一啲游戏啊。今日同大家试玩呢一只咧，系近期喺 Steam 上面大获好评，系极多数玩家都好评嘅呢一只游戏 Fellheim。咁啊，呢个游戏咧系冇繁体中文版嘅，咁但系咧大家可以上去台湾嘅嗰个巴哈姆特嘅网站上面咧，可以揾到呢一个繁体中文嘅一啲补丁。咁我就 install 咗嘅，咁但係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嗰个游戏进行啦。咁啊，如果冇影响嘅话呢，咁我哋可以继续用呢一个繁体中文嚟玩。咁其实原本玩英文版冇乜所谓嘅，咁但係有中文呢，咁比较上係亲切少少啦。咁啦，咁我哋呢角色创造咗，咁亦都已经开咗一个世界啦。咁我哋开一个新嘅地图啦，一系试下。好啦，游戏开始，你觉得难？我是你的信使。欢迎来到第十大神界勇士，我是福金，我被派来做你的响道。写错字喂。这些包围着你的巨石是献祭石，他们代表着被遗忘者们，你必须要按顺序击杀他们以获升入Fellheim 的机会。OK， 我哋要顺序击杀。咁啊，呢个游戏呢，如果简单解释呢，其实是有啲似呢一个嘅 3D 版嘅 Terraria 嘅。福金，这些石碑，这块石碑是紫蓝石。奥丁把这些魔石撒落在这片土地上，作为紫蓝石指引着召唤被遗忘者们的祭坛的前路。如果靠近观察，这块紫蓝石会显示召唤赤血灵鹿的位置。你的第一个任务，它是一头无敌的神兽，在尝试击败它之前，你必须正式装备好自己。我哋第一个大佬系要打呢一个嘅赤血灵鹿啊。OK。紫蓝石，赤血灵鹿喺呢一度 ，OK。咁啊，而家暂时只系教学嚟嘅啫。我觉得我需要将个游戏咧教翻光少少，因为我见到录出嚟嘅画面咧，其实都几暗下。咁但系好似就冇得调校光度呗，好似冇。咁我唯有喺后期将个画面调翻光少少。注意天气，当夜晚来临，温度降低，或者你湿透了，你会感觉到非常寒冷，这会让你的耐力值恢复速度变慢。找到靠近火源的庇护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。靠近火源的庇护所啊，那边有没有火源啊？喂，日头嚟喎，而家系。阿福金有冇话去咗边啊？喂，我可唔可以去揾佢？可唔可以？但我哋第一件事，我哋系咪要好似哇技能提升？明。提升技能，我哋有火把，有火把。前面呢一个系庇护所啊，呢个就系。咁啊，其实呢个游戏咧就教学应该有嘅。哇，咁边有只怪喺度 ？What the fuck？ 我谂我哋可以掟埋喺一边，定还是我哋去打木头啊，打城咧？你暴露在室外。嗱，正常如果我当佢系一只普通嘅。RPG game 啊，系嘛？咁应该都系打下啲树枝啊，收集下啲木材啦。诶，自动执嘢嘅 ，OK 喎。如果收埋摆嘢会唔会好啲啊？用拳头打会唔会好啲啊？就咁。哇！乜嘢咩嚟嘅呢？河童，河童怪，灰宝宝，一拳打死你啊 ！Yes， 一打到你走，掉头走。喂，超！喂，出技能要有体力嘅喂，下面黄色嗰条巴系体力巴嚟，我哋唔可以疯狂咁系咁攻击，我唔可以，我打晒入面呢只先，灰宝宝啦，杀咗你咁样衰，嗌你阿妈出嚟，佢系咪听到声啊？嗰只系咪？哦，踎低可以前行嘅 ，OK， 灰宝宝，灰宝宝，灰宝宝啊，灰宝宝，杀咗你咁样衰叫宝宝，走啊，呀，嚟咗出嚟 ，Yeah baby， 打死佢咪嘢执佢。冇嘢执佢。好啦，我哋睇下有冇 menu 先。系啊 ，menu， 我哋合成棍子，我哋需要六个木材，我哋而家有三碌，即系基本上应该都系打呢个树枝同火把执咗。OK， 都系打树枝整木棍先啦。即系正所谓有咩衣肉就拿住碌竹系咪先？有咩衣肉先要整个碌棍先。OK， 呢个游戏嘅战斗模式系有呢一个嘅体力，体力八啊，
原来只福金喺嗰度。我 craft 咗把木棍先，制作木棍。以制作木棍，我哋攞住碌棍，耶！咁啊安全啦。清点你啲物品难，大部分啲物品需要手工制作才能获得，但结合你刚刚离开人界的事实，你将会面临必须要回忆起世间各种物品的真实形态。不过只要你一直坚持拾取各种物品，你对世间万物的记忆将会慢慢回来。我弟弟慕尼曾经跟我说过，人们可以用木材和石头做成一把石斧。木材和石头啊，咁我系咪要打石啊？咪要？但石头打唔到、啊，石头咪要就咁执噶，系咪应该要？我哋打下呢一棵草先。嗱，呢一个游戏嘅画风咧，又唔可以话画风，应该系话呢个游戏嘅画质咧，系有啲似咧好前期嘅时候嘅呢一个魔兽世界，有少少似好前期嘅魔兽世界。喂，我哋执唔到石头咁样，会唔会打粒细粒啲就得啊？都唔得喎，喂，我点样执石仔啊？点样？你有得挡喎，我觉得。喂，点样执石仔啊？跟住有一跳啦、啊，啊跳又系损耗体力嘅，又系会，会唔会呢啲细粒啲嘅可以就咁执，可以唔使打咧？呢啲咧，咁啊有冇执嘢掣啊？冇喂，冇执嘢掣啊冇。咁 R 就系收埋武器，右鼠，哇可以碌添个，哇，哎石头，咁我哋有石头可以制造石斧，要四粒石头、哦，前期呢啲石头真系要执噶，冇得打噶 ，OK。嗱，佢除咗喺呢一个即系风格上面有少少似呢一个，即系画风上面有少少似呢个魔兽世界之外咧，佢个玩法其实同之前有一只叫做Conan the Exile 咧，系有少少似都有。咁啊，都系生存，跟住之后打怪啦。咁但系呢一只游戏咧，佢好平在嘅地方系乜嘢咧？诶，有果实汁，覆本子，即系小啤梨啦，系嘛？即系 Red Berry。应该是系啦，咁佢好平在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佢有好多嘅合成嘅装备啦，咁亦都有好多嘅呢一个武器啊，好多唔同嘅。你又嚟？喂，点啊，灰宝宝？吔屎啊！头先我空手打死你，而家我攞棍，我三棍殴死你，唔系咩？啲傻啊，搞埋嚟挑战我 ，fail 鞋第一棍王，埋嚟同我打交。福金喺嗰度，等我合咗个石斧先。石斧啊，攞嚟劈树啊，劈树同埋武器应该都系用石斧可以。舌尖上的英灵神殿，你发现了一种小吃，吃掉它会强化你的生命值和耐力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你会定期感到饥饿，所以最好随身携带几种不同的食物哦。我哋而家饥饿到咧喺我哋嘅画面嘅左下角，咁我哋有个。有个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来的，18显示，但我们有饥饿度啦，跟着我们有英灵神殿概要，这一个是之前教过的一些教学啦，跟着呢技能 ,OK, 我们有潜行、隔挡、跳跃斧，会慢慢越来越多的应该，战利品 ,PVP 伤害，哇可以跟其他玩家打 PVP 喎，咁应该即是说会有 PVP 伤害啦，啊是啦，没错，这个游戏呢是除了单机之外呢是还可以开 server 和观众一起玩啦，咁亦都可以入去其他官方的 server 度，咁啊入去里面同人哋打交啊，可能可以。咁呢一个呢我哋暂时唔会试住，我哋暂时淨係会试咗呢一个单机先。可唔可以揿定啊？唔可以揿定啊，唔可以。Oh yeah！ 喂，有物理系统喎、哦、，OK 喎、哦，咁我哋再劈碌原木系咪应该要？喂，但系晾住咗隔棵树喎，即系劈树要计埋方向咪真系要？劈树唔计埋方向嘅话咧，哇哇，我打啲咩出嚟？我打一嚿咩出嚟？喂，咦，我飞出嗰嚿嘢去边？最前期呢一个咧，真系超级教学嚟嘅，真系纯粹只系我哋每做完一样新嘢咧。阿福金咧，即系嗰只嘅乌鸦咧，就会走出嚟。咁呢一只乌鸦咧，应该好明显就系呢一个奥丁嘅。喂，点啊？仲要再继续劈啊？
提升坟墓技能。原木材，有原木材应该就可以起屋啦，系嘛？嗱，我哋呢一个咧，我哋暂时咧，我哋未知究竟会系 online 咁去直播同大家一齐打，定还是系我哋会单机玩一阵，拍一个好简短嘅生存系列先，跟住之后先再同大家咧，咁啊去到网上面即系开个 server 咯，可能开个 server 同大家一齐打。咁呢个我哋之后先至会再做嘅。哦，头先啲木材其实都系呢啲嚟嘅啫。OK， 暴速腰衣。暴速腰衣穿衫，但我怎样开我角色的 menu？ 我怎样开我角色 menu？ 我这个是 crafting 的，我按 B 仔 C 仔，不是 C 仔，行走。我怎样开个 menu 出来？大佬，我怎样开个 menu？ 那个 command 来的 IOPUYTR， 阿罗不是阿罗，收埋啲嘢啫。M 系地图啦，跟住可以坐低咩？坐低，我咁咩就坐低咗。X 就系坐低，哇！真系完全好似 World of Warcraft。等下先，等我睇下个，等我睇下个 control 先。我咁咩就系开个装备，定还是我系就咁？定还是我系咁样 right click 装备啊？哦，喂，装备解除中，喂，唔好，我着我要。点样着我放一个人度？喂，唔系解除啊！你装备中，哦，佢解除嘅意思系，我明白啦。佢解除嘅意思咧，唔系拆开佢，系即系取落嚟。我哋要好好装备自己喎。佢话，但系个问题，我哋而家我哋咁样嘅状况，我哋系咪第一件事先去打咗只怪先可以？喂，鹿喎，鹿，我走。哦、追佢唔到，我起码都要射箭，起码都要。我应该好快咧，可以揾到咧 craft 箭嘅呢一个 recipe 系咪应该好快？我听到怪叫，我听到，又系你啊，灰宝宝！我掹把斧头出嚟，劈死你，劈死你，压死 ！Nice， 打赢佢有树枝。OK， 嗱，我哋哇，其实个世界都几靓嘅，感觉上。嗱，我哋去赤血灵鹿系喺呢边右上角嗰个小地图咧，我唔知佢显示紧嘅嗰一个咧，其实系唔系，定还是佢占咗系向北啊，定系乜嘢啊？佢嗰个系小地图咧，咪有个白色嘅占咗喺度嘅，嗰个占咗唔知咩嚟？呢度有化工嘢咯，啊唔系花嚟，蒲公英。蒲公英有咩用？唔知有咩用，但系工具取啊，制作工具取，跟住之后咧，新嘅建造物品可以起营地，可以起烹饪台、工作台。咁我而家起咗呢、這个，咁叫点啊？工艺合成。咁我点样可以建造菜单？又建营火。有石头、木材堆、石头堆、工艺合成、烹饪台、工作台。我谂我哋第一件事应该起咗工作台先，应该系嘛？起码都要十个木材。OK， 咁我哋劈啲树先。呢棵树咁肥，好难劈永。诶，只嘴又喺度啦。你制作了一把工具锤，不过你首先需要制作一个工作台。OK， 得明白。唔使你教学我都知啊。我咁聪明，自认。通常呢啲嘢要自己话自己聪明嘅人，通常都唔系最聪明嘅人，通常都系好笨嘅。咁啊，我哋劈咗喺地下呢个原木先。嗱，我哋呢一个系列咧，就唔会系一啲十分之深入嘅，又唔会系教学，唔会系成啦。我哋纯粹只系咧，即系乜都唔识，盲中中咁样咧。咁啊，同大家一齐喺度试玩呢个游戏，咁途中睇下会发生啲咩有趣嘅事件啦。咁如果有观众咧系已经玩紧呢个游戏，甚至乎系好熟悉呢个游戏嘅玩法嘅话咧，咁啊欢迎大家去到即系提供一下呢一个嘅教学俾我啊嘛。我哋起喺呢个河边先，青青河边草。我哋起个工作台喺呢度啦。
当呢度系我哋嘅 base 咯，我哋个 OK。久违女勇士，啱啱先见完我啫喎你。你建造了一个工作台，工作台是你制作合成物品的地方，也可以让你有更多建材选项。哇，真的多了很多东西，可以起茅屋，可以起武器，刚刚看到是吧？有制作台需要屋顶，哎呀 shit， 我可不可以拆除它？可不可以需要屋顶啊？那我它需要屋顶，那我怎么办？需要屋顶，我建材我们可以这样起屋顶给它。哎，领嘢啦！咁早知我唔咁样起啦，我应该要，我可唔可以拆除啊？可唔可以？冇得拆除，冇得。定系上我攞把斧头去到劈烂佢，就可以攞翻，攞翻啲木材，起码都。咦，今日即系 PVP 嘅时候，系可以咁样去到打其他玩家嘅屋企啦嘛，即系可以。啊，添加木材10个 ，OK。我可以劈烂佢，跟住之后攞啲木材嘅。劈烂屋都可以攞木材，加木材2。OK， 唔错唔错唔错。咁其实我系咪原本可以维修呢一间烂屋咧？其实系咪可以？但我几欣赏呢一个海边河边嘅呢一个位置，其实我几欣赏，出边又有动物又有剩。我哋就起喺呢度啦，我哋间屋，但系平地少少会唔会好啲啊？咦，做乜拎味咁啊？好啦，咁我哋头先我哋嗰啲建材，我哋可以随便起啦，可以。我哋需要大，哎 ，shit， 要起翻个工作台添。OK， 工作台，我哋起喺呢度唔得喎，呢度，起喺呢度啦。跟住之后咧，建材。我哋先要有瓦遮头，咁有瓦遮头咧，即时要有木桩啦，系嘛？要有，定还是直接起墙可以？直接起木墙啦。嗱，又到咗我哋起屋嘅，即系大家见到我玩好多唔同类型嘅游戏，都知道我即系起屋呢啲咧，我真系达人嚟，建屋达人。完全唔系讲笑，呢个系外墙定内墙嚟啊？呢个系反转得唔得？呢个系内墙嚟，我当系。OK， 咁我哋咪凌空咗咯？咁我哋嗰个墙咪，我哋个墙凌空咗，唔掂咁样。但系点解变绿色嘅？绿色系咩意思啊？唔理，我哋先加咗屋顶先。茅草梁屋顶 ，what the fuck？ 喂，呢个屋顶唔掂喎。OK， 我明白啦，我哋先整咗个木桩先。木桩，桩，再嚟多个木桩得唔得？木桩多一个喺上面得唔得 ？OK， 咁样。我哋要望到上面之后，先至可以起到上面。Come on！ 哇，可以 double jump 可以。我的 fuck， 跟住之后咁样咧，再起屋顶，咁得唔得？好嘢，真系天才，简直系嗱建屋嘅天才，虽然系有啲核突，缺少必需品。OK， 有屋顶啦，咁点啊？而家有屋顶咯，咁我哋系咪可以起其他嘢啊？我哋工艺合成咗啲乜嘢？仲有啲咩家具建材？佢头先话我需要屋顶，我要收埋佢，跟住之后使用工作台、制作台过于暴露，点啊？而家有屋顶噶啦，已经我要劈多啲树翻嚟，搞错啊！乜鬼嘢过于暴露啊？系咪真系话我唔着裤啊，大佬？我想啊，其实打树枝会快啲啊，打树枝一个木材一个木材，头先我哋劈一棵树有几多木材？但起码我而家我劈呢啲咁嘅树枝，我劈两嘢一棵，感觉上好似快啲咯。嗱，五个木材点呢啲有 ？Very nice。好啦，我劈完木，跟住之后翻去再睇下乜鬼嘢过于暴露，搞错。Oh shit！ 乜鬼嘢呢个系？喂，我个斧头仲要烂咗，有冇得修理啊？冇得。有冇得维修啊？
修理物品所需工作台等级，但佢唔俾我用、啊，佢唔俾我用、啊，咁即系点啊？啊，完全失败喎、啊，咁样夜晚添啊，仲要你死唔死黑到咁而家画面，点搞啊？喂，错晒咯成件事，救命啊！我想修理个斧头啫，我整多个新嘅石斧啊，整多个，买你怕，我整多一把，整多一把，跟住之后劈烂呢啲。我劈烂佢，我重新再嚟过，冇理由嘅。我觉得冷，我觉得空虚过得寂寞过得冻啲嘛。而家我攞翻晒啲石材先，技能以提升斧头 ，nice。好彩啲石材，哇！点解冇咁样嘅喂？系咪夜晚会有鬼啊喂？唔系，好彩啲木材咧系可以攞翻嘅啫。咦喂，哇！冧屋噶喎会。哇！笑咗，可唔可以插个火摆喺地下？而家咁样黑到咁样咧，观众都睇唔到有啲咩。不过我会喺后期，我会喺条影片剪接嘅时候咧，我会尝试下将个画风，唔系画风，系将个画面光暗度咧，我会调翻高啲。如果唔系，大家真系唔使知睇我玩紧咩。OK 啊，我几中意佢，佢有物理系统，有物理系统。好，我哋先清咗佢里面嘅呢一啲树先，先清咗，跟住之后咧，我哋再起翻个工作台出嚟。个工作台系起喺间屋里面啦。OK， 跟住之后咧，我哋转起。使唔使木板地啊？使唔使木板地？我转睇唔到嘅，起啲木板地啦喺呢度。啊，唔好起木板地住。我谂应该咧，第一件事咧，可以起翻啲木门先，起翻个木门先。跟住之后咧，再木板墙啦，跟住呢个再木板墙啦。佢话我过于暴露啊嘛，啱啱话我，其实呢个先系正门嚟喎，应该。跟住呢个又起翻个木板墙啦，斜咗嗰个木墙，搞错。OK， 我听到怪声喂，哇！攞个木棍出嚟殴爆你，又系灰布布，半夜三更走出嚟吓人，人吓人，冇药医啊，虽然佢唔系人嚟，应该。OK 啦，跟住之后咧，我哋喺呢一度咧。我哋再起翻个起翻个顶啊嘛，我哋可以，我哋喺呢一度咧就拎翻个锤仔出嚟，茅屋顶咁样啊，系咪咩啊？喂，系咁定系咁样啦、啊？你睇，哇，仲唔系有瓦遮头而家 perfect 晒啦！我用得个咩名咁样我？喂，有瓦遮头喂，使用工作台，需要屋顶，呢、這个唔系屋顶系咩啊？呢、這个唔算屋顶，虽然中间系有少少穿咗崩，中间系有少少穿咗崩嘅，等下先啊！嗱，今日我哋第一集咧，我哋呢一个我哋呢一个 Fellheim 系列咧，就系俾大家睇下一个极度无助嘅人。在没有这个教学情况下去玩这个游戏就是这样。那算不算屋顶啊？还未算啊。那么的而且确真的这个又不算屋顶来的。那么我们整多个茅草屋顶梁。喂，穿了崩啊，那里穿了个窿啊。OK， 不紧要。喂，屋顶啊喂 ，perfect， 哇得啦，终于到，耶、，upgrade 石斧，我哋唔可以修理系咪？头先我把嘢修理喎，我要，系咪修理紧啊？系咪？佢系咪修理紧啊？我见佢喐紧，但系唔见佢有啲咩喂，唔系咯，工具锤锄头，整理农地。嘅工具，
以修理暴速腰衣。咁我点样修理埋个？以修理棍子，以修理石斧。哦 ，OK。我完全唔知揿咩掣去到修理佢哋，但系 upgrade 石斧升级到品质二，我哋需要石头两嚿，同埋呢个咩嚟啊？我制作台需要等级，需要等级二喎、啊、呢、這个。可以整木箭，咁但系我都要知点样整弓先得噶。我哋可以耕田、啊，锄头可以耕田。OK， 跟住仲有啲咩？仲有啲咩？我哋制作个火把喺屋企里面先。如果唔系咧，太暗啦，我都屋企里面实在制作火把喺屋企里面会唔会烧着啊？会唔会？哇耶 ！Give me the light。耶、yeah ！跟住之后咧 ，perfect 晒啦！嗱，有火光屋企里边，一阵间会唔会烧咗间屋噶？会唔会？我哋呢间嘅烂茅屋，久违了勇士，又嚟啦佢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点啊点啊点啊讲！你作咗你一把锄头，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改善地面环境，可以说是工具取嘅最佳伴侣。它可以用作清理地面和管理地貌，在平坦的地面环境上建造房屋会更加容易。太好啦，即系用呢一个用嚟锄平地面，我哋锄平呢个地面，我哋系咪可以？喐喐喐喐喐 ，OK 喎 ，OK 喎 ，OK 喎，但系佢会唔会越掘越深嘅？会唔会变咗？如果佢变到越掘越深嘅，咪好奇怪咯。啊、即系我哋而家锄平还锄平，但系佢净系会变平定还是定还是会点啊？仲会平咗少少咯，见到佢系平咗啲啲咯，又唔系好多咁样咯，又唔系。OK 嘅，我哋暂时试下，试下用住先啫。一刮一刮下咧，我哋屋企下陷啊！一间烂屋，真系惨，真心惨。咁我哋有锄头，我哋又可以刮石头先，可唔可以？有锄头，但系唔刮得石头嘅话，又唔知点咁样喎。已修理，好啦，咁跟住我哋要做啲咩咧？食物。我哋暂时都唔多个要食嘢，我哋嗰个饱食度冇跌过。哼，潜行格挡 ，OK， 唔好启用 PVP 伤害住，虽然得我自己一个喺度。好啊，咁我哋呢个工具取出嚟望下，仲有啲咩可以整先？宝箱、床铺、床铺，我觉得我哋需要、哦，我哋要木材，我哋出去劈多几个木先。哇，窒几蚊？系咁呢个游戏咧，暂时嚟讲唔知道大家觉得点样啦。咁我觉得咧，我未见到有更加大嘅怪物啦，未见到有更加强劲嘅一啲嘅对手啦。咁啊，暂时好难评价咧，佢喺呢一个打怪嗰方面嘅游玩性会点样。咁但系根据我喺网上面见到好多嘅一啲嘅评论啦，咁其实呢个游戏咧嗰个评价都非常之高下。咁所以咧。我对于佢呢个游戏嗰个耐玩性有几高呢，我系唔担心嘅。基本上，我哋劈咗呢棵树咗先。根据头先我哋劈树嘅玩法，我哋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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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劈一棵变两棵，咁爽咩？呢个游戏咧，听讲好似话咧，如果俾棵树。咦，白华木太眼镜 ，OK， 好似话听讲咧，如果棵树冧落嚟嘅时候咧，你俾佢砸到咧，好似话会死，我唔敢试，我唔敢试呢一下。我哋左下角嗰个14嗰个数字，其实系咪体力值嚟啊？系咪？查实，有可能系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呢一个游戏系列嘅影片咧。你又嚟？你死开啦你！呢个游戏我哋嘅游玩影片咧，我相信应该我哋会 keep 住系呢一个大概
我谂三十分钟左右一条啦 ，keep 住 ，keep 住三十分钟左右。咁啊，会长玩落去嘅机会咧，都暂时嚟讲颇为高。因为其实玩呢一类型嘅哦，白桦木太眼镜听唔到。玩呢一类型嘅生存类型嘅游戏咧，其实都系几适合咧同观众倾下偈啊。咁就虽然我哋唔系直播紧，咁但系我可以讲好多唔同嘅嘢，因为佢唔系会有太多嘅故事性嘅去到发生咧。我哋可以不断喺度讲废话，系好 perfect 嘅成只。好啦，咁我哋赤血灵鹿咧就喺呢一度。咁但我相信凭我哋而家呢一身嘅装备咧，即系净系一件烂嘅衫，再加埋一啲嘅木制棍，应该都好难可以打得赢。咁所以咧，我暂时就唔打算去到挑战住。我哋住咗喺呢间烂屋度先，我哋。好，我哋翻嚟中工作台，我哋唔使 upgrade 住，我哋要做嘅嘢系拎呢个锤仔，跟住之后咧整床铺，整个床铺喺呢度啦，烂床铺，佢又嚟啦佢，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晚上好好的睡一觉，醒来时才能有满满的力量和振作精神来迎接新一天嘅挑战。再加的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制造一些保存物品的宝箱，你最好随时都有一些备用的武器和装备以备不时之需，最好就是有宝箱，宝箱都做一个啦，我们放在这里，跟住呢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工艺合成烹饪台，我们都还没打到动物，所以都烹饪台而家整嚟都好似冇乜特别用处，家具冇其他嘢啦。其实我哋应该要整多碌火把放喺出边嘅，整到我哋整多碌火把放喺出边，跟住我哋可以咧知道系我哋屋企喺呢一度，整多两碌，好嘢，完全有家嘅感觉而家 ，perfect。定还是我哋而家系去望下嗰度赤血灵鹿系咩玩法呢？而家系望咁大帽啊，有天气效果 ，OK 喎。但系真系好魔兽世界，嗰个魔兽世界嘅 fight 系有呢、這、一个，我哋望下咯。其实未必打赢，但系都可以去望一望嘅。至于马打输咗，咁都知道自己下一次要做啲乜嘢嘛。但系佢嘅地图上面咧，佢唔显示俾我睇咧，我个屋企喺边度咧，我啲唔系咁开心咯。我有冇得睇翻我嗰、那个？佢冇喎，佢冇得俾我 mark。哦，有得 mark 嘅可以 mark 型啊，要自己 mark 嘅要。屌，原来 ，OK， 我哋屋企喺嗰度，我哋 mark 翻 home， 要自己 mark 位嘅。OK， 咁我理解啦。技能提升跑步都系技能嚟。喂，有野猪喎呢度有野猪，可唔可以潜行埋去搏爆只野猪？可唔可以？仲有只鹿添喎！哇，潜行都会扣耐力度噶，咁难玩？哇，只野猪呢度有只，呀、yeah! ！皮碎片。哦，打动物可以制作弓，可以，仲可以整木盾。Oh nice, very nice。潜行打动物，可唔可以潜行埋勾埋只鹿？佢走咗咯。咦，但我哋可以制作嘢咯，咁样即系可以。我哋啊，咁啊，顺手翻去合成埋先啦。啊，到时打咗两只野猪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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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只野猪合成潜行嘅，因为佢埋嚟打我，佢会。天真的小野猪，谂住想同我埋嚟只得傻啊！你都啊，嗰、那个原来是血量嚟，嗰、那个原来我就系死，原来我点样回血啊？点样？点样回血啊？点样爆炸啊，大佬？哦，拍嘢会回血嘅，原来 ，OK， 拍嘢会慢慢回血，咁我明白，咁我明白啦，执起石头先。执啲石头先，得啦。咁睇嚟，我哋今日咧，我哋唔使只要去打嗰个赤血灵鹿啦。我哋只系需要咧，
我哋先翻去，起咗啲木盾啊、木弓啊，相信应该远攻会系比较上系最好嘅战斗方法嚟，我相信。咁啊，咁我哋咧，今日我哋第一条我哋试玩呢一个嘅 Felheim 嘅影片咧，咁我哋先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呢个系 Part One。咁啊，呢个游戏往后会唔会再继续玩呢？我相信会玩嘅机会率都几高下，因为我相信大家观众睇到都觉得应该都几好，唔错，几有趣嘅，系真系好似 3D 版嘅 3D 版嘅呢一个 Terraria 咁样咯，有少少有少少嗰个 vibe 喺度，嗰个 vibe。可唔可以再讲呢个字？嗰个 vibe 好 MK 啊，大佬。不过啦，咁我哋咧，喺我哋offline 嘅时候咧，咁我会再打多少少木材啦，跟住之后准备我哋下一 part， 我哋去尝试下去挑战呢个赤血灵鹿嘅嗰、那个壮举嗰、那个挑战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呢一 part 我哋先嚟到呢个位置，多谢大家支持。如果大家想继续睇埋落去嘅话，今日记得揿翻个 like 啦。咁啊，有可能我哋之后会。直播打都唔出奇嘅，咁但系暂时我哋先系继续用呢个拍片形式先，咁啊等大家重温一下，好似以前我哋玩 Minecraft 啊，玩好多其他嘅小游戏嘅时候咧嘅类似嘅一啲嘅影片 ，OK， 咁我哋下段翻嚟再继续，系咁先，拜。